消息话新增至少131宗确诊，大埔昌郡中心三栋大厦完成强检，发现5宗初阳，1宗不确定。消息话古思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另外4个社运人士被带到警署协助调查。曾派到东欧的美军出发，美国话俄罗斯有意制造事端，搵借口入侵乌克兰。各位安嘅黎再山，消息话本港新增至少131宗确诊。至于因为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呈阳性而要围封强检的大埔昌郡中心富昌阁、桂昌阁和荣昌阁完成强检。1200人当中发现5宗初阳和1宗不确定。大埔昌郡中心桂昌阁有戴着橙色手带的居民出示检测证明，完成登记之后离开大厦。连同富昌阁、荣昌阁、昌郡中心总共有3栋大厦被围封强检。当局说污水样本呈阳性，怀疑大厦里面有隐形患者。政府表示，如果有雇员因为强检未能够翻工，希望雇主酌情处理，不要扣减员工的薪金和福利。惩教署听日开始至今个月13日暂停在囚人士亲友探访。惩教署话，近日接连有确诊市民进入不同惩教院所探访在囚人士，大大增加院所爆发大规模爆发的风险。为确保安全，探访听日开始暂停。碧屋惩教所今个月13至28日期间，曾经有确诊市民多次到访。另外，白沙湾惩教所一个惩教人员初步确诊，他因为有亲友确诊，寻日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惩教署话，同他共同办事的同事目前没有出现病征，已安排有关职员和在囚人士检测。政府将会在铜锣湾加开疫苗接种中心，市民可以在今个月8日开始在网上预约。在禮頓中心7樓的停車場那裡就改裝成為疫苗接種中心，由下個星期五11日開始就會運作，市民可以由下個星期二8日開始就是透過我們的專題網站那裡是預約接種服務的。至於政府昨天公布擴大政府僱員特別翻工安排，聶德權說今次安排主要是向公眾釋放強烈訊息，表明現時疫情是非常嚴峻，需要大幅減低社區內的人流，減少社交接觸，並期望為私人企業起帶頭的作用。消息說，警方國安處朝早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社運人士古思瑤。據了解，古思瑤朝早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正在長沙灣警署扣留調查。另外4個社運人士，包括雷玉蓮等，亦分別被帶至旺角、長沙灣等多間警署協助調查。美國表示掌握情報，俄方為攻打烏克蘭製造藉口，包括發放預習的偽造影片。俄方斥責美方不是首次作類似的指控。另外，北約關注俄方在烏克蘭鄰國白俄羅斯持續增派軍力，話規模係冷戰以嚟最大。美國增派到東歐嘅3000兵力陸續出發，應對烏克蘭局勢。其中嚟自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基地嘅1700個美軍，星期四啟程前往波蘭。國防部話，美方已經掌握情報，指俄羅斯有意製造事端，揾藉口入侵烏克蘭。包括偽造預習影片，假扮烏克蘭軍人或者情報人員，利用西方陣營提供的武器，據報包括土耳其無人機，襲擊親俄武裝分子盤踞的烏克蘭東部地區，甚至俄羅斯本土。We do have information that it is that the Russians are likely to want to fabricate a pretext for an invasion. As part of this fake attack, we believe that Russia would produce a very graphic propaganda video.
which would include corpses and actors that would be depicting mourners and images of destroyed locations as well as military equipment at the hands of Ukraine or the West. 另外，美国国务院警告俄方，如果攻打乌克兰，会承受沉重嘅经济后果，就算同中国关系密切都无法弥补。克里姆林宫回应话，美方已经唔系第一次声称掌握俄方攻打乌克兰嘅资料，但都冇后续发展，只系沦为空谈，毫无理据，令到局势升温。一直否认有意攻打乌克兰的俄罗斯继续在多个地方加强军事演练和部署，星期四有俄军参与白俄境内的联合军演，而先进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等装备陆续调派到当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亦都到访当地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卢卡申科强调俄方参与军演有助白俄加强南部接壤乌克兰边境的防卫。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说，俄方在过去几日显著增兵白俄，是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部署，预计最终参与军演的兵力将会达到30,000人。另外还有战机、短程弹道导弹和防空导弹系统等等。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超过10,000兵力，西部军区的士兵在邻近乌克兰边境的罗斯托夫地区加强练习在地势崎岖的环境高速驾驶坦克和装甲车。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再呼吁各方冷静，重申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很低。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美军特种部队深入叙利亚，缉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哈希米遇到顽抗，哈希米引爆炸药身亡，并且炸死多个家眷。美国总统拜登就说没有采取空袭，尽量避免波及平民。国防部说行动成功，没有美军伤亡。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卜省这条村落，美军突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哈希米藏身的建筑物，造成严重损毁，墙上留下血迹，杂物散落一地。美国特种部队大约50名成员星期四清晨针对武装分子控制的村落发动攻击，居民表示期间不断响起爆炸声和枪声。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一直在白宫战情室实时监察情况。拜登之后宣布哈希米在行动中身亡，强调美军行动中刻意避免殃及平民。We made a choice to pursue a special forces raid at a much greater risk than to our own people, rather than targeting him with an airstrike. We made this choice to minimize civilian casualties. 美国国防部形容行动成功，冇美军死亡，但承认一架直升机机件故障坠毁。又透露袭击期间成功疏散10人，强调现场平民伤亡好大程度上由伊斯兰国造成，并拒绝将呢次行动同美军去年8月喺阿富汗遇袭扯上关系。当时有13名美军殉职。伊拉克军方就透露曾经向美国提供哈希米行踪的情报。美国官员透露目标建筑物有3层，哈希米同伊斯兰国一名领袖分别同家人住在上面2层，但地下楼层居住的平民无辜成为人盾。建筑物的模型在去年12月送到白宫战情室。拜登星期二早上下令采取行动，美军接近目标建筑物前先用扩音器呼吁妇孺离开，住在地下的家庭率先逃出。在2个钟的行动之中，美军遭到顽强抵抗和受到高射炮攻击，最后哈希米引爆炸药，至少同时炸死妻子和2名子女。官员说爆炸威力强大到有部分人体残肢散落在附近民居。特种部队收集 DNA 之后确定哈希米已死，不过有官员透露美军一直是想将他生擒。当地民防组织说有13人死亡，包括4名妇女和6名儿童。哈希米2019年10月前领袖巴格达迪死后几日接任伊斯兰国领袖，不过他的样貌和背景一直保持神秘。巴格达迪当日亦都在相同地区遭到美军突袭，并同样引爆炸弹死亡。无线电视记者杨德伟报道。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翻嚟新闻时间，港股在虎年首个交易日做好，一起看看港股中午收市表现。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447点，升645点，半日总成交超过641亿。睇睇最活跃港股的表现，腾讯控股升4.4，盈富基金升6毫，阿里巴巴升5.5，汇丰控股升2.5.5，友邦保险升3.9。
恒生中国企业升1.88，美团升5.6，港交所升5元，京东集团升5.2，比亚迪股份升14元。恒生科技指数升123点，报5540点。港交所主席史美伦在新春开市仪式里面表示，会继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就必须要不断进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香港交易所会继续发挥市场领导者的角色，提升市场的结构，促进绿色金融、互联互通等多方面的发展，为业界和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遇。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在月底公布，有学者认为派发消费券或者现金可能会再推高通胀，政府长远应该研究如何扩阔税基，增加收入。現在第五輪的疫情，還有很多預期都有第五或者甚至乎第六輪的抗疫基金，在支出的方面也可能會比2021年會增加，所以你再拍幾百億的話，就基本上是個財赤是講緊是幾成的上升樣。我不是說反對去派這個錢，但是其實也要去根據上年的經驗去看看究竟個乘數效應有多大，更加重要考慮就是2020年肯定是會有一個更強勁的通脹。如果消費令通脹的壓力增加的話，那這件事是要值得去重視。轉下其他消息，沙田區出現多宗源頭不明個案，加上多個屋苑和場所因為污水檢測呈陽性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區內繼續有大批市民排隊採樣。在瀝源社區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早上有過百個市民排隊，有人說要等大約半小時。因應早前有污水樣本驗出呈陽性，沙田多處被納入強制檢測，包括新城市廣場、希爾頓中心、華偉中心、沙田中心的住戶、偉華中心的住戶、帝都酒店住客，而沙田法院大樓、公共圖書館和大會堂等的清潔和保安員工需要多次強制檢測。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取消強積金對沖建議等的議題。因為疫情的關係，會議改為以視像形式進行。提醒大家，有意就此項發言的議員是使用 Zoom 的舉手功能示意，就可以開始舉手了。亦都是發言的同事是要注意翻咧 ，Zoom 咧熒幕上面有個顯示嘅時計嘅。咁我哋呢個議題，除咗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陸頌雄喺會議室主持會議之外，其餘嘅議員都係以網上形式與會。議員需要用立法會秘書處提供嘅顏色背景，識別係嚟自選委會功能界別，亦或係地區直選界別。出席會議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和勞工處處長孫玉涵等同樣以視像形式出席。會議主要討論包括政府建議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以及疫情之下僱主和僱員的責任和權利等等。內地昨日新增12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廣東佔5宗，其中4宗在深圳。廣東省省長黃偉忠表示，正值春節假期和北京冬奧開幕，防疫工作不能夠鬆懈，強調要盡快控制好疫情，防止疫情擴散。至於天津有4宗，浙江和北京都有零星個案。另外，北京冬奧組委公布，昨日有14個由機場入境參與冬奧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7個是運動員和隨隊官員。而閉環裏面亦都有7個人感染，其中2個人是運動員和隨隊官員。今年是虎年，台灣沒有原生老虎，不過當地很多廟宇就有一位虎將軍，形象親切，亦都被視為小朋友的守護神。由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帶大家看看。300多年歷史的字典興濟宮是台南著名官廟，供奉主掌医药的保生大帝，民众会来请神明把脉求药签。
但呢日嘅主角更系佢。拜虎爷大概都是生鸡蛋，以及呢生肉，但是我们这边的虎爷很特殊，喜欢吃炸鸡。庙方举办分灵虎爷回娘家活动，相传保生大帝救过一只近亲嘅老虎，虎爷从此跟随佢，被供奉喺神桌嘅下方，称为下坛将军，亦被视为小孩嘅好朋友，保佑健康同学业。大人来庙里头看到的是神明的高度，小朋友来的时候，其实他看到的甚至不超过供桌的高度，所以他最常看到的神明，其实是在桌子底下的虎爷。小朋友又天真，跟虎爷玩在一起。有嚟自香港嘅大朋友，亦嚟祈求庇佑，祈求自己毕业论文可以快啲产出，同埋考试可以合格咯。虎爷系喺咁多间庙宇入面咧，未见过一个比较卡通少少嘅一个神像，所以就系觉得第一眼见到，觉得系和谐啊，亲切感。蔡先生售卖同开发吉祥物商品，几年前参加农历六月初六虎爷诞活动，同上百名信众比赛连续摘出圣狗嘅次数，赢回当年八只小虎爷之一。佢话创业路上虎爷起咗安定作用，他们就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让你内心产生这正面的力量。他们可能会保佑你，但他没有法力说可以让你做完什么事，比如你可能赚个100万，这是不可能的，那是你自己要去努力。台中2005年落成的二虎堂就呈现另一种虎爷形象。庙方话，当地地形如同老虎的臀部，称为虎家庄。而庙内供奉的是玉皇大帝身边的虎威王能文能武，有经营工厂的民众专程来上香。阿虎爷，台湾有个谐音嘛，就是拜虎爷，虎爷虎爷，台湾的虎爷，台语就是国语叫做富有富有，就是可以增加财富。在台灣，虎爺的故事有多個不同的版本，有民族專家說反映當地信仰多元的特色，以及歷史社會變遷入面不同的人對於虎爺的期待。無線電視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道。各位安格黎在山，呢一节先睇下财经消息。港股喺虎年首个交易日做好，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447点，升645点，半日总成交超过641亿。睇睇最活跃港股嘅表现，腾讯控股升4.4，盈富基金升6毫，阿里巴巴升5.5，汇丰控股升2.5毫半，友邦保险升3.9。恒生中国企业升1.88，美团升5.6，港交所升5元，京东集团升5.2，比亚迪股份升14元。恒生科技指数升123点，报5,540点。金银业贸易场举行虎年新春开市仪式。按傳統儀式，農曆年首個交易日以競價方式由兩位副理事長成交第一口價，並且由理事長見證。本港舊舊金在虎年首個交易日第一口價報每兩16,738元，至於人民幣公斤條第一口價報每克369.23人民幣。首次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出席金銀業貿易場開市儀式的李慧宏，寄望新一年可以克服疫情的影響。金銀業貿易場100多年來的歷史，經歷過不少的風風雨雨，相信我們在亦都可以克服到疫情所帶來的挑戰。疫情已經擾攘了2年，寄望新年新希望，我們可以戰勝疫情，市場交投比之前更活躍，聲勢比老虎更威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廉說，香港有足夠的能力應對不同挑戰。雖然2022年環球市場還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但是香港特區的經濟基礎穩健，加上審慎的金融監管和充裕的公共財政，我哋有足夠嘅能力應對不同嘅挑戰。轉下其他消息，
因為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而要圍封強檢的大埔昌郡中心富昌閣、桂昌閣和榮昌閣完成強檢，1200人當中發現5宗初陽和1宗不確定。大埔昌郡中心桂昌閣有戴住橙色手帶的居民出示檢測證明，完成登記之後離開大廈。連同富昌閣、榮昌閣、昌郡中心總共有3棟大廈被圍封強檢。當局說污水樣本呈陽性，懷疑大廈裡面有隱形患者。政府表示，如果有僱員因為強檢未能夠翻工，希望僱主酌情處理，不要扣減員工的薪金和福利。沙田區出現多宗源頭不明個案，加上多個屋苑和場所因為污水檢測呈陽性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區內繼續有大批市民排隊採樣。在瀝源社區會堂的社區檢測中心，早上有過百個市民排隊，有人說要等大約半小時。因應早前有污水樣本驗出呈陽性，沙田多處被納入強制檢測，包括新城市廣場、希爾頓中心、偉華中心、沙田中心的住戶、帝都酒店的住客。而沙田法院大樓、公共圖書館和大會堂等的清潔和保安員工都需要多次強制檢測。世衛的歐洲代表認為歐洲的新冠疫情進入最後階段，但歐洲多國繼續加強接種疫苗。英國批准多一款美國藥廠疫苗為成年民眾打針，德國建議為高危群組打第二劑加強劑，而奧地利就通過法案強制打針。奧地利的強制接種新冠疫苗法案繼上個月在國民議會表決通過之後，星期四亦都獲聯邦議會以47票贊成、12票反對大比數通過。總統范德貝倫簽署之後就正式生效。奧地利將會成為首個要求所有18歲及以上的成人打針的歐洲國家。新措施原定在今個月1日開始實施，因為未能夠及時完成立法程序而押後。由下個月中起，警方會開始嚴厲執法，一經發現仍然未打針，如果沒有合理的書面解釋，要繳罰最高600歐元。疫情相對嚴重的俄羅斯單日再錄得創新高，超過15萬人確診，另外有667人病逝。但是總統普京向商界代表保證，說當局沒有計劃再封城，又說整體評估認為針對新冠病患密切接觸者的防疫限制可以盡快解除。目前任何同新冠病患有接觸的人都要自我隔離7日。英國批准使用美國藥廠諾亞亞克斯研製的新冠疫苗，成為第5款可以為英國成年民眾注射的新冠疫苗。藥監部門表示，這款疫苗在安全、質素和效能上都符合標準，因此批准為18歲及以上的人士接種兩劑這款疫苗。早前有研究說這款疫苗能夠有效抵禦 Delta 和 Omicron 等變種新冠病毒。藥廠計劃再向英國申請批准使用藥廠的加強劑和兒童版疫苗。在德國，疫苗接種常委會建議為高危群組包括70歲以上的人士、護理院院友、免疫力較弱的人士和醫護打完加強劑之後要再接種多一劑信使核糖核酸技術研製的疫苗，例如輝瑞、伏必泰或者莫德納作為第二劑加強劑，增強保護力和預防重症。世衛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說，歐洲的疫情目前似乎進入了最後階段，正當疫情仍然在全球其他地方蔓延之際，歐洲因為打針的人口較多，加上 Omicron 引發的病症嚴重程度較低等因素，因此疫情發展可以有別於其他地區。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回來新聞時間，美國表示掌握情報，俄方為攻打烏克蘭製造藉口，包括發放遇襲的偽造影片。俄方駁斥美方不是首次作類似的指控，而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期第三度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討論烏克蘭的局勢。美國增派去東歐的3000兵力星期四起陸續出發，應對烏克蘭的緊張局勢。
國防部話美方已經掌握情報，話俄羅斯有意製造事端，揾藉口入侵烏克蘭，包括偽造預習影片，假扮烏克蘭軍人或者情報人員，利用西方陣營提供的武器襲擊親俄武裝分子盤踞的烏克蘭東部地區，甚至是俄羅斯本土。As part of this fake attack, we believe that Russia would produce a very graphic propaganda video, which would include corpses.And actors that would be depicting mourners and images of destroyed locations as well as military equipment at the hands of Ukraine or the West. 俄羅斯駐歐盟大使奇約夫星期四否認俄方計劃策動虛假襲擊，以製造藉口入侵烏克蘭。克里姆林宮亦都話，美方已經唔係第一次聲稱掌握類似嘅資料，但係都冇後續發展，只係淪為毫無理據嘅空談。俄方又批評美軍向東歐增兵。并不是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相反只会加剧紧张。而俄方就继续加强军事部署，除了在接壤乌克兰边境集结超过100,000兵力之外，亦都在邻国白俄罗斯增兵参与联合军演。北约就说俄军在白俄的部署是冷战以来规模最大，预计最终会有30,000俄军参与军演。而国际社会就继续尝试为乌克兰局势降温。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是一个星期之内的第三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话，土耳其愿意为俄罗斯同乌克兰划船。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就再次呼吁各方冷静，重申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好低。无线电视记者曾维俊报道。波兰同捷克签署协议书，解决两国边境的煤矿场污染纠纷。捷克總理菲亞拉星期四同到訪首都布拉格的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簽署協議書，波蘭同意向捷克賠償4,500歐元，其中1,000,000歐元用作改善受影響地區的環境。另外，在歐盟法院監管之下，兩國將會監測波蘭有沒有興建設施阻止污水流入捷克。爭議源於同捷克接壤的波蘭邊境地區圖羅有煤礦場排出污水，造成跨境污染。捷克不滿意波蘭未有理會投訴，去年向歐盟法院輕訟，法院下令波蘭關閉礦場，否則每日罰款50,000歐元，波蘭拒絕繳款。回來本港，因為防疫關係，大年初一至初三不對外開放的黃大仙祠今日重開，大批善信朝早入祠參拜。輪候的市民要先在黃大仙廣場排隊掃安心出行，完成之後會獲祠方派發一張票去識別，才可以入場。祠外面的攤檔擠滿了買香燭和風車的市民，廟裏面亦有工作人員派發香燭。每個善信最多可以拎3支香入大殿，有善信帶同祭品求籤和定性杯，但求籤亦都要先排隊。另外，大批善信到新開幕的財神宮求財，入去之前要先著上鞋套。黃大仙祠由今日至正月14日朝早7:30至晚6時開放，而正月15日就延長至晚黑9時閉園。第一節最新的消息，同樂居虐兒案警方再拘捕多3人，至今總共有23人被捕，受虐兒童39人。我們轉看下，廣州有食物公園適逢虎年展出多種同老虎相關的植物，由駐廣州記者鄧潔瑩帶大家看下。迎春花開燦爛，這裡不只有花還有虎，霸气十足的象牙虎头兰，小巧玲珑的虎耳草，代表喜庆的虎舌红，还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好似老虎手掌咁的虎岩花，它们全部都是广州华南植物园虎年特别展出与虎相关的植物。好应节啊，好应年啊！细个嗰阵时屋企有种过嘅，啲就亲切咯，有啲又未见过嘅就好可爱，好新奇咯。黄色的小幼虎那种可爱的样子啊，那个的话
你一看上去，你刚根本想不到它跟老虎相关，但是你看它的花瓣，两个又跟虎的那个两个夹肉很像，所以就感觉很可爱。除了虎花，国花牡丹同样受欢迎，人人都准备十足，欣赏呢朵花中之王。唇红、初鸟、彩绘，还有罕有的绿牡丹、绿莫隐玉。这里一共60多个品种，8000多棵牡丹花。不过牡丹生于洛阳，花期一般4至5月，怎样提早在南方绽放呢？牡丹花呢，它是起源是中原地带的，所以在广州呢，尤其是要需要反季节来开花的话呢，中间需要很多的技术的处理，就是人工大棚里面能够控温度、控湿度和补光的这样设施的温室大棚，把牡丹从洛阳运下来之后，先进这样的大棚里面，然后再经过控温设施来提升它的温度，相当于是促进它的那个花芽风化，促进它开花。在植物园这里，除了可以眼看，手还可以动，讲的是可以画一幅牡丹花画，寓意新一年花开富贵。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邓洁莹报道。转头回来有下一节新闻。